大家好，我是意法半导体射频及 IoT 创新中心的 Doris 张汝晴。今天我在这里演示的单位名称是非接触式360度旋转摄像头。我们知道，设备的旋转运动广泛存在于各种工业应用场景中，例如雷达、监控摄像头、工业滑环、机器人等。在这类应用中，传统的连接方式往往碰到一些困难，例如连接器和线缆会约束设备的运动，甚至无法实现。滑环的电气连接速率受限，且随着时间性能衰减，WiFi 连接存在延时、速率受限、连接时间长等限制。而 ST60 是这种使用场景的理想解决方案。ST60A3 是一款高带宽、低延迟、低功耗、近距离、点对点的毫米波非接触式连接器芯片。在这个 demo 演示中，ST60A3 配合无线充电，实现了非接触式360度旋转视频传输。接下来，我们先看一下 demo 的框图。我们看到右边是底座部分，有一个 USB to Type A 的接口连接电脑；左边是摄像头，中间是传输通道。ST60A3 是 eUSB to 接口，所以有一个 repeater 转化成 USB to 接口。这里 ST60A3 是配合原极化的外置天线来实现360度旋转中的连接的。另外，5瓦的无线充电完成对摄像头部分的供电。我们先来看一下 demo 的演示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视频在摄像头旋转的过程中，实时连续的显示到了电脑上。接下来，我们看一下模块的细节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外围大的线圈是无线充电的，线圈中间位置就是 ST60A3 芯片和相应的 PCB 外置原极化天线。无线充电和毫米波芯片工作在不同的频率，所以不会互相干扰。以上就是今天的 demo 演示。ST60A3 除了支持 eUSB to 接口外，还支持 UART、GPIO、iPhone-C、SPI 等丰富的接口类型。了解更多信息，欢迎访问 ST 的官网。谢谢大家。